嗨，亲爱的小伙伴们，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两盘精彩的国战。第一盘的话，连环跃起爆，哎呦，这个蜀国将面真的挺豪华的。其实就是关羽和黄云其实也不错啊，关羽和黄云的话，那个也能多存牌的嘛。当然，黄云庞统对吧，和这个黄云姜维都是蜀国非常非常强力的这个组合。那么他们的车我已经开了太多了，我今天就不开了，因为这个有些建议我觉得说的也对，就是说那个。这么个破车如果一直开的话，我就开发一点新的。好，那么实话实说，这个组合确实很强。当然那个黄云和姜维的话，我觉得没有连环月爆发那么好。黄云姜维的话，你对比老诸葛，就老大月亮的话，你只是多了一个挑衅的技能嘛。挑衅的时候可能在单挑里面就比较强烈。那么这个组合的话，一波打掉，不管什么都给打掉的。好。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个楚蛙啊，荀攸和这个张辽，这副将张辽已经很强了，估计荀攸换副将他也不是很愿意，因为张辽这个武将本身就是辽神的嘛。好，这个决斗啊，跟着他打，那这个应该就是威了，我猜想应该是威的啊，不用标了，你是哦，这个决斗可以啊，曹操直接打这个三号，那三号肯定不是威了嘛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好，颜良文丑。就是嘿，颜良文丑，觉得他有毛病吗？这个，哎呦，为了贪这么一张牌，真是，我觉得他就算是无人鼠啊，你打死的不就一张牌，有意义吗？这是搞笑的，而且我觉得这个我们完全没有收，因为场上没有什么其他大势力。你说你爆发的时候，你想收一波人头赌一下，我都能理解，对吧？你这个就算他不是其他势力，打死了也以毫无用处。而这个时候大家都是抗威的嘛，这真是自己做200级。哎，所以说啊，这个等级不能完全说是的啊，是这样子，因为大家看，有的时候等级高的人也能够犯一点错误，就像我这样的，现在已经完全沦落成一个小白了。如果我借一个号200级来，说不定我也会坑的。好，那么我们看一下龙蝎可击。好，那么九啊杀，这个地方我们没有那个，这个地方哎没有直接。哦，如果九杀他火杀杀中呢，过去是三血，你怕他是鼠吗？当然这也行吧，因为现在你这个也不是，如果你这么搞，结果九杀过去，那他一旦没死，他肯定要把你往死里面打的。你这个时候要吸取经验，就是说，因为你不用和为何人人皆与我为敌，不要向那个董大胖子学习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杀，那魏国杀无所谓的啊。看一下这个家伙已经那个弃疗了，刚才这个200级已经弃疗顺手牵羊，嘿，顺一下顺手牵羊，哇，这还坑一下这个二张，这个两个老头子也是非常非常愤怒的。好，其实啊，你别说，像张昭这样的人呢，都活了80多的，那曹魏那边的人，对吧？李典号称是长者，实际上只活了30多的，就算是那个什么贾诩、程昱啊，都没有二张，就是张昭长寿的。所以说，真正要说这个 older 应该是这个张昭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加兰迪，看就是这个样子啊。如果我告诉你一波把这个场全部清掉，你是不是觉得很恐怖呢？但这是很正常的。这个黄云这个战力，绝对是那个不遑多让的。多少次在这个逆境里面？对吧，黄云一己之力就把这个局势扭转，那么现在大家就静静的来欣赏一下黄云的这个爆发了，静静的来欣赏。那么这么一堆锦囊，他是那个一代劳，其实外面有无歇的，我谁打一下这还不打吗？而且你看这个时候他用牌率就很高，因为草花可以那个制衡的嘛，对，那也算制衡，他那个叫重铸，但是你也可以也算是那个草花制衡一下。好，铁锁连环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个决斗一下，那这时候肯定打二张，因为场上估计，那么这个一号位是四血，哇，真的打吗？这个小心一下小乔，我别的我倒都没什么，就小心一下小乔的。好，九杀，但是小乔啊，现在也弄不死你，因为你反正三血的嘛。他即便想搞你的话，那个也不怕。好，那么这一波的话，出个桃子呢，他是无，这个哦是周泰，那么这个也是无了。哎，真的是小乔啊，真的是哎，那这个小乔的主将也出来了，就是孙坚的。好，那
三国杀现在大家如果你说要搞点什么新的这个什么东西开车，真的我也想不起来的。我以前已经把我的智慧全部都发扬出来了，我能想的我基本上都想到，现在再也没什么可开了。你比如那个什么孙坚和那个小乔，真的是很无厘头一点，什么什么什么都没有的事情啊。因为那个孙坚阵亡的时候，孙策是非常非常小的啊，那孙权更小了，那周瑜比那个孙策还要小，哎，还真是孙策。那你说这个说不定你都没有见过的。好，我们直接答。好，决斗。那么确实是这样的一个爆发女王呢，没什么可说的，爆发女王。那么这段时间也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总是那个火气很大，哎呀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反正那个嗓子也不是很好，所以说大家就稍微将就一下嘛，对吧？相信真正的粉丝是不会跟我计较这些的。你看他欠我们很多血嘞，对不对？可以继续杀的，是上上上上。而且咱们庞统还没有涅槃，你这个能力非常非常强大，一直一直突突突突突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盘。第二盘的话，太后一 v 七啊，何太后。这何太后这个将确实是非常非常强力的这么一个将，配上庞德，这个我说过了，很强的。因为庞德现在也算是一个都不是伪的强命系，就是强命系了。他有的时候那个强命系甚至比那个吕布更加那个实用一点，因为吕布两张闪就能躲得过去，庞德如果有你有装备什么的，或者你少抽一张牌，庞德是可以稳定把你输出输出的嘛。如果说你绝对闪不过去，那无双和这也没有什么，就是说如果对方压根就不想闪，那你多少个闪也没有什么意义了。但相反，如果对方吃完真的捏了两个闪，那这个时候尖出就很恐怖了。好，当然庞德确实是比较威武，这个没啥可说，因为在那个三国演义里面啊，就是说这个庞德单也不知道单枪匹马，庞德把关羽打都一点脾气都没有的。这个说什么关羽在场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武功盖世，但是至少在面对庞德里面，关羽没有占到任何便宜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那么这个庞德，而且庞德还有马术的嘛，庞德会骑马的。好，当然西凉系的武将都是附以马的，他们没有沈佳宜的，就是那个神佳宜，因为以前最早的时候三国杀里面不像现在武将这么变态，有的时候被加一马真的卡住就没有办法了，所以说大家亲切的把那个加一马叫做神加一嘛，神加一就变成沈加一。那很多武将都是非常非常强力的，比方说最初的时候是那个潘璋马忠，对吧？潘璋马忠骑着沈加一，对吧？用那个连弩突别人，那是非常非常带感的。当然还有很多武将也非常喜欢骑那个沈加一的，就不知道这有哪些，大家也可以帮我们想一想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那么太后你可以也还是老规矩，最后亮出来，因为你亮一个太后可能仇恨比较高，对吧？你亮出来太后最好的状态就是说一毒致命的，一毒致命就是说一定要把对方毒死，这个是比较重要的。就是说毒死之后，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你把一个鼠毒死，四加三七张牌啊，七张牌。好，哎呦，这野了一个马超，就是神，很好的马超，就是帮我们一臂。你看这个时候亮那个躲一个太后是非常非常神，你看把鼠的桃子基本上都消耗了殆尽了，他待会儿毒的话应该有机会。哎呦，是庞统，哎，这下有点变数了，有点变数了。好，再来，咱们不闪一下吗？那个其实可以闪吧，我觉得把自己的这个血量，我觉得可以闪一张，你不就读一次吗？你想后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为什么闪，你看后面的人血都比较多，所以你读后面的人其实可能很难读死的。那你说留了一张牌意义不是很大，而且场上肯定都是那个针对鼠的嘛。啊，当然这样也行吧，除此之后就是七张牌的，这个时候亮出来就不怕了。而且你还有这个阴阳鱼，你待会儿也可以那个多就可以存点牌。当然这个桃子你是肯定要把它吃掉的，桃子肯定要毒一口。哎，这个时候毒都不怕了，因为他那个这一下的话，哎，这 oh no， 这真打中了吗？哎，这下坑坑坑坑坑的，这下这个有点悲剧。这个也，当然这也行吧，因为你那个把他们的血量也打残了嘛，虽然说你自己没死。刚才这一下我都没想到这一层啊，这有的时候确实是玩游戏的时候确实是这个给他刺一个毒，但是他有这个连环神技啊，刚才偏偏手上就有属性杀。那这个时候第一点我们肯定不要竭泽而渔，说第一点你还不一定毒得死的，另外一点你把留着他把你鼠锅打一打也可以的。好，
因为这种人肯定打鼠的嘛，肯定打鼠的。好，杀，可以，消一下他们的这个消耗一下对方。好，看一下他们，对，他们有货，他们肯定是要炸出来的。这个时候就是他们全场帮我们打工，对吧？古有大嘴帮魏国打工，大家称他为曹少。现在你是可以那个，继续的啊。好，这时候我们那个留着也留着也行吧。就是刚才那一架刺毒也行，那如果因为它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嘛，它的意义就是那个，我觉得哈，毒死之后可以拿点牌。刚才毒它其实行的，因为毒的话它也奈何不了你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直接打掉，哦，那就漂亮了，那就漂亮了。好，那么看一下啊，那么这一下的话直接命中的，因为说过庞德这个技能的话，想要人命的时候，只要你有装备，因为装备是三国杀里面大家必须挂的，他不挂装备，那就没有办法保护自己。但是恰恰你挂装备，我们就那个，这个时候我们很好，没有死毒。这个时候如果你给他一毒，他可能给你一刀啊，给你一刀，那就这个。好，再给他来一口，这时候我们要收人头了。当然，很可能进入鏖战，进入鏖战你的桃子可能吃不了了。进入鏖战的桃子吃不了，但也无所谓了，吃不了就吃不了了。对，因为这个不怕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强命系。如果说强命什么系，那打一刀啊，当然也没事，咱们有一口酒的。好，那么裸衣，那看你怎么出的啊，直接来一口的。对，你的人头我们收走。这一把真的太酷，真的是一打七的，这一把真没吹牛。好，这么多牌肯定吧，而且对，这还是我刚才没有说到的，因为太后自己也给自己喝酒的，这个也完全不一样，他自己给自己来一口酒，这个就非常非常恐怖。好，南蛮入侵，杀杀，然后南蛮入侵，对，两个南蛮入侵搞定。还有关键打死之后，他那个冰凉寸断，对，那个张发挂起来，他可以摸牌，待会死了，应该是那个冰凉寸断之后刺一口，对，刺一口，然后。因为冰凉跟那个勒布斯毒不一样，把它冰凉冰中了，咱们还得刺毒那么好。这个是那个，嘿，这个家伙在干什么？他最后时刻在玩火了，他这判定要这个红就悲剧了。这个你在搞什么呀，哥？何必嘞？你这杀一刀发动技能，不是可以直接把他那个什么装备把他吓掉就行了吗？对，最后才是他这皮了一下。好，不管了。那么今天的精彩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明天再见。